其实佢呢一本小说写得好有时代感，个古仔又简洁又感人，我都唔明点解冇人肯同佢出。所以你又帮佢，真系举手之劳咋？系佢自知嘅，我只系帮佢揾咗一个好好嘅法学，真系有实力嘅人，轻轻推下佢就得噶啦。咁你有冇谂过，佢系因为你肯帮佢，所以先同你一齐？你爱嘅嗰个人，佢都已经喺你身边，仲问咁多嘢嚟做咩？之后你出咗第一本书，你红咗，之后你哋喺埋一齐，咁即系话你同佢喺埋一齐，系因为你感激佢。夫妻之间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，不过我哋都冇即使喺埋一齐。因为我哋识嘅时候，佢仲有个男朋友。咁你哋点样开始噶？呢本书出咗冇几耐之后咧，佢个男朋友就话要分手。其实分手有几咁闲啦，但系就因为呢件事，佢同屋企人就反晒面。哦，咁所以你系乘虚而入？你啲中文真系差，唔怪之得你要画画啦。正確啲嚟講，呢種叫做虛偽以待。即刻用 View TV App 同上 View.TV 免費重温更多精彩節目，任你選擇。